大家好，我是艾猛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美食。量的清水，棒骨的炖制时间比较长，水要多加一些。下入老抽时刻增加颜色，下入精盐时刻，下入白糖五克，下入棒骨。锅中的汤汁开锅以后转小火，慢慢炖制80分钟。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，把炖好的棒骨捞出装盘。棒骨的颜色为酱红色，麻辣口味为中辣。如果喜欢吃重口味的朋友，可以适当的添加花椒和干辣椒段。炖好的棒骨淋上少许的原汤，一道非常美味的麻辣棒骨就制作完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您的点赞、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